这一阵子啊，我一直在想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，让这个家变成这个样子？你哥哥让我那么失望，而我们又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，寄人篱下。Corruption. They want to send their kids here with my mom.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哎呀，妈，这个是 Vans， 我跟你在电话里提到过的。我一看啊，就知道他做不了什么大事，一点文艺气质都没有。 She was always so proud of my brother. She never trusted me. 妈，这是您的房间。房间呢，我就放在了一楼，因为想就是你不用上上下下楼梯嘛，这样子就膝盖就好一点嘛，对吧？你是说我老了，嫌我麻烦是吧？妈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哀家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？你不知道啊？ 作家，这里呢就是著名的好莱坞中国戏院。后面请跟上好吗？你们是不是不想要孩子啊？你不小了，那你再重新找一个，我不会怪你的。What did your mom think about me? Does she like me? No, I don't think so. Do you ever feel not good enough? The people you love. Nothing you do pleases them. 你爸妈的事不是你的错，你可不可以试着开心一点呢？你凭什么告诉我应该怎么感受？你胡说八道！你这么大的事情，他都能瞒你这么久，天知道他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告诉你啊！你怎么都不问一下我的感受呢？现在重要的不是你的感受，重要的是你将来后不会后悔。以后的事谁会知道？ 为什么爸爸当初要离开我？可能他觉得自己不够好吧。妈，你还好吗？你来看。Silver lotus bud, born in mud, has its own way to emerge, has its own scent of freshness.